各位律师，各位先生，咱今仔日遮侪朋友集会伫即个所在，咱是要来悼念八年前离开咱的台湾文学前辈杨贵先生。出世伫1905年的杨贵先生，是伫个1985年来过身。伊过身的时是81岁。伫过身的时阵，咱伫台北，然后一场的纪念会，我也是迄个时阵，咱真侪朋友伫台北市议会地下室的餐厅，也遐个笑脸。今仔日我看到真侪朋友，这个时阵嘛出现伫这个所在。我相信杨贵先生，予咱笑脸，是因为一生。透过伊的文学，透过伊的社会运动的参与，来表现出咱台湾人伫近代历史上抵抗、追求台湾人尊严的迄个骨气、迄个信念。伊的人生有真侪咱台湾人的苦楚，但是伊的人生内底。然后真侪咱台湾人的愿望，杨贵，伊活伫两个无共款的时代，但是这两个无共款的时代，拢是予咱台湾人有真侪真侪郁卒，真侪真侪压制，拢是咱台湾人咱的主体，咱的幸福，咱的自由。无受到真正的尊重的时代，杨贵先生，伊是一个文学家，伊留落来真侪真侪文学作品，伊也是一个有真侪的戏剧作品的一个文学家。咱拢知影，伊日据时代因为反抗日本殖民地统治的体制，有关过10几摆，但迄个10几摆。是无到1个月，但是战后的1947年二八事件发生的时阵，伊来写一篇和平宣言，来表示期待伫台湾各种无共款的族群，新还是后壁来的移民会当共同伫这个土地来和平共同追求新生活，但是伊。被国民党政府抓去，伊迄个时阵有关啊10几冬，但是伊一生伫绿岛的时阵，伊伫遐有原有表现出来伊真坚强的生活意志，呢伊留着真侪戏剧作品。咱今仔日要透过有真侪朋友来写出来对伊怀念的歌声。咱要来对举行一场的音乐的一个怀念，的一个纪念会。咱相信透过这个纪念会，咱会阁进一步来了解咱所悼念离开咱已经8年的这个台湾文学作家。我相信，不管伊离开咱偌久，伊的精神拢永远伫咱的心内。咱要开始的时阵。我们来请一个朋友，杨清秋，一位小说家，伊伫杨贵先生伫东海花园伫遐，有闹介聚集、介认识、介斗阵。我们来唱第一首《秋天的野菊花》的时阵，我们来请杨清秋先生来遮来跟咱讲。当时伫东海花园，伊所印象留落来迄个情景，咱即马就请杨清秋先生。